其实我觉得网络旅游班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哈，因为我从以前参加过 BNI 的活动，其实我觉得 BNI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参加网络旅游班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说跟一般的 BNI 不一样的形式，就是说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人脉。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在吃喝玩乐之余，又可以结合我们的业务行销跟认识人脉这一块，所以说我说其实这一块人脉是这一块的平台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用的。网络行销旅游版赞。